洗澡。嗯，把箱子拿出来。把工作放下，放下那个箱子。你这个地方不挺好的？是灯光好，是外面光比里面光强。那你在外面去拍呀？外面光比里面强。在外面拍，外面拍效果好点。你坐屋里的啊。在外面拍，我以后就在外面拍拍好了，就直接现在剪进去。现在光强了，外面还自然光。外面那个草场也不对，光也不对。我去把车，你把车拿起来，拿起来拍一个，拍不进啊。你光好吧？再搞一个小橡皮筋。那蛮小的，我看一下。蛮小的。没得有没有？啊？十点。医院店里面有，其他位置没有。你要不要来？嗯。拿两个，一共两个。那这个直接是哪贴的？要设计。嗯，设计。设计高。设计最高的那种。你把那个照片给我看。嗯。我要阿奇那种发型给你看嘛。这个发型多少？发型多少？多少？觉得啊，那个两边这个，这种发型就是我适合，我脸有点肉。就是说他要剪短嘛，就是跟男孩子一样。但是人家瘦哎。你也瘦啊。挺圆的，先来这个。我就怕一留刘海，我的眼睛就彻底成圆。这个比这短一点，就类似于这种，还随你这种。之前年轻的时候留过那种齐刘海，然后看的那个脸特别圆。齐刘海不一样，
鞋的话跟鞋的话就是两个区别。鞋的话跟鞋的话是两个概念。哎，你搞了我橡皮筋呢！我天哪，我要。就在这里。你放的不要放掉了。我把你们拍了个这广告，要不你去物业？我是要拿书看。